下一个加两倍，44嘛，哦，再一个21就加三倍，所以它跟什么有关系？跟列有关系。第三列的时候不用加7，第四列加一倍，第五列加两倍，所以，哦，到时候的话你可以把那个你的抓到的 row 它是4的，假设是4的话你就必须减3。为什么减3呢？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第四列开始，它只有一列，所以必须把它减掉3才会 match。 那如果说你们可以试试看，等一下可以这个地方如果要加上倍数，用 column 当成它的日期，它的 哪一个日期，哪个比如1到7加上倍数，那你可以怎么一样插入什么一个 row， 按确定，先减掉3啊，记得哦，把它刮弧起来，刮弧起来，乘上多少？乘上七倍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假设它现在在第三列的话，三减三那就零，零乘上七还是不会加嘛，对不对？所以四减掉三就一倍，五减掉三就两倍。好，哦，啊，这样的话不就符合我们要的？所以打勾一下。好，哦，你看哦，向右应该是 OK， 跟原来一样，向下。有没有一个表格就自动产生了？哦，但是这个还没结束。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上面哈，做一个下拉清单，可以把这些年放进来，这些月放进来。比如说我今天是2015年的，好了哈，然后这个月是12月，那我希望我们的右下角这边哈，类似像这样子。它的一号是在礼拜二，对不对？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做一个万年历，所谓万年历就是说，上面有个下拉清单，当它下拉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去找到它这个年跟这个月到底应该长得就像右下角一样的结果，自动帮我怎么样把一号以前的日期不要显示好了，哦，或者显示成灰色都可以了哈。然后呢，31以后的，比如这，那你要知道说这个月到底有几天，那你要显示出来，把它显示在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哈，在万年历，那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想想看，怎么样把这个结果变到这边来。你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个，请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下拉清单，这个东西也变下拉清单，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上面改变的时候，下面呢也要跟着改变，改变成什么？改变成这样的样子。大概两个重点，好，我试试看啊，反正这都练习了哈。那不需要写程式，不需要写 VBA 啦哈，那也可以写 VBA。我看起来好像大家好像对于 VBA 都有点障碍的感觉哈，也许需要一点时间吧。所以我说这有些东西。需要把它录下来的，因为我如果没有把它录下来，我看应该你们要重新把之前我讲过的 VBA 重新写过，应该很困难吧？好，哦，啊，但是如果至少第一个啦哈，云端上都有写完的结果，反正你不会没关系，复制贴过总会吧 ，run 一下吧哈，哦，然后呢再来自己动手做一下，不过可能又要到我们这个课程结束寒假之后吧哈，哦，有空的话也许花一点时间呐。那这些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函数毕竟它有它的限制，它在小范围上面处理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大量处理或者批次处理或者自动化处理，哦，啊，那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它没有办法具备有那样的条件，所以你还是非得要用 VBA 来处理才有办法。啊，除非说你也只是说啊，反正我是这样就好了嘛，反正我这样日子也过得很好，哦，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哦，但能够多学一点，增加一点效率，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啦。哦，学习本来就是需要一点点刺激。哦，OK，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哈，哦，两个重点哈，哦，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在大型试算表里面把99乘法表做出来，这个是函数部分 ，current 跟 row 函数。第二个是万年历部分，哦，你可以把它打开来，这边的这个东西，哦，怎么做出来的？那因为这个可能是下一个范例了，所以我是先提一下，好，这个东西试一下好了 ，OK，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哈。
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有空档时间，也可以想想看，下拉清单做完之后，它自动就会帮你把那一个月份的月历给显示出来，好。再来还有 VBA 这个东西哈，也可以用 VBA 帮你去实做，也就是你下拉之后，哎，它这个后面run的是 VBA， 不过这个难度相对的哈会高许多哈。